元交集，明朝的灭亡怪东林党吗？东林党作为明末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，有人认为它主导当时的社会思潮，引领社会风气，让普通民众在潜移默化中重拾传统道德，进而建设出良好的社会秩序。也有人认为它空谈误国，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。对国家有利也好，对国家不利也罢，都不可否认东林党作为国家重要力量的身份。但是令人讽刺的是，势力足以影响他庙堂之上的东林党，却没能拯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。言论的自由，现代在野党的雏形东林党的崛起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。万历年间，在张居正的高压言论打击之下，整个国家都显得死气沉沉，文人知识分子也不敢妄议朝政。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派士大夫开始争取言论自由，提出一些与张居正相反的建议。这一时期内的东林党尚未成气候，后来随着顾宪成被罢官返乡之后，便开始以蒋学为寄托形成朝廷之外的清议舆论，影响朝政。据东林始末记载，宪成记者归蒋学于东林孤阳石书院也。孙丕阳、邹元彪、赵南星之流简恶自负，与政府美相耻，负一贯者可道亦有人，而宪成蒋学天下趋之，一贯持权求胜，庶出者深举而名亦高，此东林这党所自始也。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，此时的东林党开设了所谓的东林书院，开始以实学政学术之风为名，轻易掌握政治话语权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子文人的加入，逐渐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，堪比现代国家的在野党。东林党之所以能够拥有现代社会在野党的雏形，与得他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。东林党主张廉政奉公、振兴吏治、开放言路、革除朝野羁縛等等，特别是追求言论的自由，使东林党给那个黑暗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曙光。正是因为拥有了一定指导思想，东林党才不再只是单纯的朋党。此刻它的性质介于中国传统的朋党和西方的近代政党之间，但是它依旧还是一个朋党。也正是它朋党的身份，才加剧了明朝的党争，导致了明朝的灭亡。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朋党，加剧了明朝灭亡的党争。《韩非子》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：朱立在豪杰使能，陈立在朋党用私，是以国地消而私家富，主上卑而大臣众，故主事事而臣得国，主更称凡臣。在韩非子看来，朋党是朝臣结党营私、干乱纲纪的行为，不利于君主统治。明朝时期的朋党不同于以往，是以地域性来划分的。明朝最早记录的朋党是以张居正为首，以湖广官僚为主体的楚党。张居正垮台之后，楚党示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其他地方集团乘势崛起，东林党就是这其中的一员。虽然东林党的成员也有很多非南之力人士，但是其发起人及主要人物都是来自于南直隶地区，特别是如今苏南地区，与东林党相对的则是相对衰落的齐党、楚党和浙党。在东林党的强势压迫之下，这三党无奈的归附与阉党，整个大明王朝内部形成了两大对峙阵营，双方对立严重，在清朝和大纪时相互打击。例如齐楚这三党得势后，东林以为齐楚这三党赤尽，显然是泄私愤，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社稷是不利的。不停的党争内耗，让崇祯皇帝心力交瘁，导致了崇祯皇帝施政之时畏手畏脚，用人之时瞻前顾后。崇祯皇帝自缢前感慨道：朕亮得秒功，上干天就燃皆诸臣误朕。而且随着东林党的不断壮大，
招揽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，既有贤者，也有不孝者。正如崇祯朝时工部主事陆承元所评价的那样，于是贤者仍以讲学为发明立道之举，而不孝即借东林为把持官府，刻薄小民，剿职朝廷，广庇匪类，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政治力量，又有何德何能能够拯救大明江山于水火之中呢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